挖掘新闻内幕，挖苦新闻人物。我是郑鸿仪，我是虞美人，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哇哇哇。为您介绍今天的四位特别来宾。首先第一位呢是啊武术教练啊，国家级的哈、啊、任培豪任教练。大家好。好，还有一位呢是欧阳靖，他写的这本书 Run Girls Run， OK 哈、啊。虽然我也想当个 girl， 但是你要 run 的时候就不用找我了，因为就要跑42公里。OK， 好。那么另外一位呢是去年的师铎奖的得主杨传峰老师，他有写一本书叫《孩子，我和你们同一国》。好，以及另外呢，这个谘商辅导过非常非常多个案的黄月虽老师，那他也是一位 girl， 同样的 run 的时候也不要找我们 ，OK 啊、哦。因为42公里有点吃力，对不对？哈，我2.4公里都有困难。好，那所以呢，今天我们请到这些特别来宾呢，我想是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个疗伤之旅。因为北捷事件之后发生，很多人都会想，他也曾经觉得没有未来，他也曾经觉得想做一件大事，他也曾经这么的苦闷。所以每个人的成长背景好像都有借由这个事情，虽然我不知道郑杰的真实成长背景过程是怎么样，可是仿佛呢也回头看一下自己为什么在生命黑暗的过程里面呢，他还是继续往前走，没有走上那样条路。这个过程其实都有些可以回顾的疗伤之旅。那么我想先问一下，很多人在这个看我们今天节目的过程里面，搞不好你是还没有走出来的，那我们就来看看有些人是可以走出来的。那么欧阳靖，北捷发生事情当天、你有目击到？我就在他对面的车厢。我就是，其实我真的当下那一刻，我觉得当下那一刻我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那是当时你们的车还没开？没有，我是当天是要从板桥坐到台北车站转车，然后车子到江子翠的时候，门一开就看到对面车厢有很多人冲进我们车厢，因为我在最后一节，然后冲进来，然后他们逃过来，然后就一直喊着说有人杀人，有人杀人、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往对面一看，就看到对面的车厢全部是血，然后江子翠站也全部都是血、然后当下我在问他们说，那凶手抓到了吗？他们说不知道。然后那一刻其实我真的吓傻了，因为没有人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那后来门就关起来了吗？门就关起来，然后就车子就离站了。然后其实我是到后来大概过了十几分钟看到新闻才知道是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但是其实当下就已经知道那个事情会很严重，因为我真的那个是我这辈子看过最多血的一次。所以你看过什么叫最多血？就是都流到车厢，是受伤的人出来滴出来的吗？没有没有，整个捷运站，然后对面的，因为我们的车子就在他们对面车厢，我们隔一个月台，整个捷运站都是血。对，都是血。所以其实我当下我大概过了20分钟，然后开始有新闻出来，我一直告诉自己说我不要打电话给妈妈，我回家再跟妈妈讲我当时在现场，不要让她担心。可是后来过了一段时间我还是受不了了，我就打给我妈妈，然后我妈妈后来她是跟我说我当时讲话都还在发抖。因为有时候我们对一件事情会很印象深刻，对、比方说晚上如果有一个太太被老公打很大声、喊救命的时候、那像你是看到很多人很惊恐，对，非常惊恐，对不对？那个眼神非常惊恐，然后冲进我们车厢，有小姐身上全部是血，然后她说、我就是我问她帮我帮她擦、她说不用，那个不是她受伤，她说是别人溅到她身上。因为我们一辈子也没有看过那么多人惊恐在逃命，对，对不对？多少人？多少人？因为我们是最后一节车厢，所以蛮多人冲进我们这一节车厢的。然后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喊的时候，我当然顺势跟我朋友就是往对面车厢那个月台望去嘛，结果真的是看到就吓到。你觉得有所谓的创伤症候群吗？我觉得我其实那个当天的情绪很特别的是，我在当下看到那个江子翠站的景象，我是知道发生了很大的事情，因为那个景象真的其实讲实在话很惊悚。那后来是看到新闻之后，那个恐惧感是慢慢堆叠上去，然后尤其到最后我发现看到一个新闻画面，就是看到那个郑杰他行凶之后他还走进月台，然后那个时候我知道我们的捷运门是打开的，他有可能冲上我们车，然后我们车又要他其实就是要过来上你们这台车。对，所以后来被人家用那个丢他报纸回收桶去丢他，他才转向。我是看到那个新闻画面的时候，其实那个恐惧感是最大的，我才知道原来自己离他这么近。是。
那郑捷啊，他从小到大有很大家不能理解的这种思维哈跟价值观。那你身为明星的小孩，你觉得也很不容易过吗？我觉得其实我自己像哦，我一定要提到一个事情，就是那个其实我在青少年那个阶段是有过一段时间的忧郁症，然后非常大的黑暗期。那那个时候呢，我妈妈到处去求助很多人，其中一个人就是黄老师。对，那时候妈妈就是因为她不知道，她孤立无援。那我爸爸也很早就过世了，对。然后妈妈也不知道要去跟哪个单位求助。那那个时候其实我是很有很严重的反社会倾向。嗯，那我是在国中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学校老师他们就有判断出我这个人有反社会倾向。反社会倾向是比方说哪一些事？就是其实对社会上很多事情是不满，然后会想要毁灭。对，想要毁灭，然后想要反抗，就是那个情绪是很。你写在周记上吗？还是我会写在我的日记上面。然后那时候学校我会做一些心理辅导。那其实他们心理辅导我不知道那个结果。可是日记他们又看不到。有啊，是写给学校的一些文章，因为我从以前就很喜欢写东西。那写东西其实我就是。你写过什么？还记不记得？我当然会写到一些，比如说杀人，然后犯罪。就是我只会写到那些，所以老师看到这样的文章就会很紧张，启动整个的辅导系统出来。对对对，他会很紧张。有用吗？学校的辅导有用吗？我是觉得其实是说实话，说实在话，我觉得是当时的那个辅导机制对我来讲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因为对方那个老师他比较不是跟我在一个平起平坐的一个状态去对话，他还是像老师对学生，不是同一国的啦，对啦，同理心，对他就是希望把我拉回跟大家一样，所以他也给你妈妈很大的压力，妈妈才会去到处求助，对不对？没有，其实是那个时候我有一些比较怎么讲，就是一些比较失序的，对，失序的行为，然后我也会直接承认跟我妈妈说我想要伤害自己或伤害别人。那所以妈妈就那个时候她很就也很辛苦啦，她就到处去找人，那一段真的很辛苦。对，可是我就是大原则啦，我记得我印象中，因为也很久了哈，很久了，十多年了，对对对，十几年。我记得我那时候给唐爱珍的那个给他的力量就是告诉他说哈，你要相信你的基因，你生出来小孩不会坏到哪里去，他是聪明的，聪明才懂得叛逆嘛。然后第二个我就说哈，你不要让他觉得说他人不如狗，你照顾这些狗，可是你可能疏忽照顾他，好。然后第三就是说，你就是要给他时间，让孩子呢有时间去自己成长，然后他越大就越懂事，那你就要陪伴。还有呢，就是不要把他当贼看，一直要抓他，然后一直要怎么样，然后拿别人来比较，或者说是因为你是名人，所以你四处跟人家讲，结果这孩子传到每一个阿姨在影剧圈碰到他，就说：“哎呦，安静啊，你要乖啊，不要让妈生气啊，怎么怎么，或者说，哎呀，你看你妈的狗啊，照顾那些狗那么的有爱心，可是你到你妈妈这样子，千万不要讲这些。”最后就是永远不放弃对孩子的希望。你为什么这么反社会？因为其实我的成长环境，就像刚刚黄老师提到。成长环境蛮特殊的，我们家养过400多只流浪狗，那所以我自己小时候有很深的被遗弃感，就是爸爸妈妈其实都是在照顾狗，那可能我肚子饿他们不知道，或者是我在学校被同学霸凌被欺负，回家哭，小时候得过恐慌症，回家一直哭，但是父母没有余力去关心我，因为他们必须照顾很多很多的流浪狗。对，所以他们有很多力量去照顾狗，是，但是都忽略了你。对，所以那个小时候是真的，而且狗比我更早来到这个家，对，所以是在我出生之前我们家就有狗了，对，所以我小时候那种就是被遗弃感很重，还有那种存在，你有就是说我不如狗的感觉，有，而且会觉得说，哎，那你们为什么要把我生下来？对，因为既然你们没有余力照顾我，你为什么要把我生下来？会有这种感觉。再加上那个时候，有跟妈妈讲过吗？有，小时候，其实小时候都没有讲。小时候我就是包括在学校被霸凌，然后那种被遗弃的感觉，后来就是恐慌症，都没有讲，都没有讲，所以妈妈根本不知道你有这样的状况，对，她也没有观察到你有这样的状况。对，一直到青少年时期，就是我真的那个忧郁症的状况发作，然后出现一些反社会倾向，我才跟妈妈讲，妈妈才知道这个事情。她那时候把所有的愤怒全部跑出来了，对，然后这个愤怒就是让她妈妈不知道怎么会是变成这个样子。她再加上唐爱珍那时候她是家喻户晓的那个明星啊，她那个。
你几乎我看那个什么任豪杰他们，这是不是任培豪他们几乎是看他妈妈的节目长大的，对，你懂，所以大家都认识他嘛。那他这个孩子是明星的小孩，又是知名的明星的小孩，在学校一定会被霸凌的。会吗？一定会被霸凌。会，因为老师会对我们特别好。对，老师会就是到处就是会跟人家说啊，他就是那个三只雨伞标的女儿啊。对，老师都会这样讲。对对对，然后就是我不想要这么高调，说他就那个三只雨伞标的女儿啊，就是那个好小子那个奶奶的女儿啊，就是大家都会这样子讲。那所以其实一定的，你在学校里面，同学不会喜欢有人特别突出嘛。对啊。老师怎么对你好？然后引起其他人的眼红，其实当然是都帮你加分啊，或者是给你一些优惠啊，或者是比如说有一些那种校际的活动，比如说演讲比赛，我可能不是班上最会演讲的人，但是老师会派我去。哦，对，因为那个瞩目度最高。对对，那其实这些事情也不是我自愿的。没错。对，可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对啊，被学校拿来当 social 的工具。那同学怎么霸凌？同学其实小时候是同学会，我印象很深刻，他们可能会把我便当弄倒啊，然后或者是我那时候记得很印象很深，小时候坐在教室中间，然后所有的同学围在我身边，然后拿笔啊什么东西去丢我。哎呀，对，那个，然后我重点是我回家没有办法讲，对，因为回家之后妈妈都在照顾狗，所以杨老师，我就想他刚提的这一点，我们待会儿再回到欧阳靖啊，就是说。被霸凌的这个经验呢，对他日后的人格的形成或者是那个压抑有很大的影响。你记得美国那个他也是有被霸凌被拒绝哈，人际关系的困难哦，所以这个，所以现在你不要小看你随便霸凌同学，你可能就培养一个，你可能同学听不进去的。对啊，听不进去啊。可是就是说霸凌跟被霸凌这件事情是真的要被讨论的，就是学校跟老师要去处理。是啊，所以这个是同学的霸凌这件事情是不是在现在的情况很严重？其实我觉得学校哈最近都在推那个友善校园，我觉得这个蛮有效的。就是我们如果单单的去处理这个事件，那其实啊处理完这一件，还有千千万万个这样的事件。所以如果一个学校是可以是友善的，可以是和乐的，那这样子的话，这个校园里面它就会。这个霸凌的情况就会减少很多。像我们学校，像刚这个小姐讲，对欧阳靖小姐讲的很好，就是，老师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位置跟我对话。那我们像我们学校，您学校是多位啦？我伫迄个彰化县二水。二水在浊水溪旁边而已。对对对，我们学校在二水哦，不是二水哦。二水啊。对。完全校才两百多人而已，两三百人啊。我们有是小学哦，国中两三百人，对，三个年级，那一个年级才一百个人，一百左右啊，不是三个班而已，差不多三班，那像我们学校就全校九个班哦，九班，今年有十班，我们有爱，就我们是忠孝人啊，好不容易有爱了这样，把爱找回来，然后我们希望这一届还有爱这样，对，忠孝人，因为我们的师生的关系就很密切啊，所以我们像我们接下来会有那个社团成果展，我们有棒垒赛啊，我们就会老师组一队跟学生一起打，就大家混在一块的那种感觉，其实是。油然而生的，不是那种就是哈，校园的情况就是一直宣导，其实一直正面宣导是没用的。真的，我真的觉得是要有。你的友善校园是安怎走？全校的老师都愿意呀，啊，各位的校长也愿意呀。其实我觉得风行草偃啊，就我，怎么说？因为可能有的老师的角色还没调整到现在应该有的位置啊。不过我们是像我们比较可能比较年轻一点，我们试着去做。那大家觉得看得不错，他们也会跟着一起来，我觉得这种效果会比较好，远比去防堵，去处理。那校园友善校园具体的做法是现在也在功能啊，就等你一个讲好不好？好，先休息一下，进广告。欧阳靖，你刚刚讲那个便当哈，被弄倒那个。其实我小时候也会这样，但其实心里面不舒服啦，可是没有说发展成一种愤怒。可是这样的事情哦，老实讲，我跟老师讲，因为你班有七十几个，婴儿潮时代，以前好，跟老师讲，老师我觉得老师不太理我，好，老师唯一你看啊，老师唯一请我帮忙的事情就是叫我回去乡下找一支很坚固的棍子，因为我整牙龈啊，因为他要打小孩，那个以前的棍子都会断掉哈。可是我还是觉得好骄傲，因为那棍子是我找的，还记得哈。
我们校长，校长是我觉得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官僚的机构，小孩子进不去的，对校长觉得距离很遥远。我最近啊，就是回去我的小学这个捐钱，然后才知道说哇，这个校长不错，我回去民主国小有一个校长叫许宗和，那我发现哎，今麦囡仔那含以前无同，今麦囡仔拢冲入去叫校长室，啊个校长安尼无大无小哈，啊校长怎样，啊校长怎样这样，啊校长就跟他们，校长会跟他们谈，就是合奏音乐、唱歌什么，然后他就说你不晓得跟他们当朋友，他才会跟我讲什么事情，对对对对，所以我在讲的就是说那个距离还有无嘿无友善环境，对没错，好，我很佩服你刚刚讲就是说你们老师组一队，学生组一队，以前我们怎么可能，对不对？而且如果真组一队还不敢赢老师，现在学生都说要电到我们，现在三年级要毕业了嘛，那他们就都说他们毕业的心愿就是在棒垒球赛那一天要把我们电报，让我们知道他们的免得毕业班都是把老师的车子车胎戳爆，对对对，没错，我以前都看报，对，毕业的时候教官跑得比谁都还快，对，干脆来一场比赛，对不对？你有本事赢老师，对不对？哈，又正面这样。那校园友善环境还有哪一些？我觉得这种友善环境哦，真的。我们都会被宣导要贴海报干嘛？我觉得这都其次，重点是哦，那个形而外的。对，那对。为什么教育部跟外交部一样啊？都是贴海报跟贴纸。因为他们来可能需要看到这些政令宣导的东西，真的来做。可是我觉得真正落实的应该是内容的部分。像刚鸿英大哥讲了，我们现在我是学务主任。啊，我们学务处哈，伊那来来去去，干来干去，哎、欸，老师啊，叫两个堂林某，就变成这样。那、哦、我觉得这，那会不会养成他们没有？不会，礼貌？不会不会，就我们会把它区隔清楚。那、我的意思是说，其实有时候是我们放下来，放下身段，不要就是跟学生在对立的位置上面。因为我常跟学生讲，就是在你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你们的伙伴。我们是帮助你成长的伙伴，怎么会老师是对立的呢？对，我要看着你们成长，而且我希望看到你可以过得比现在更好。可是为什么我们的立场老是这样针锋相对？不应该是这样子的。是是，对啊，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可以找到那个点。啊，你让他处理霸凌？通常哈，霸凌都会发生的情况哦。我在学校。我刚刚有说过我是学务主任，通常我不大去把它定义它是霸凌，因为我处理的是国中生。我的意思说，当我认定他是霸凌的时候，他会觉得我霸凌的人。但我的意思说，前阵子我有一次我带我的小朋友到儿童公园去玩，啊，我一个囡仔吼，礼拜六一直敢爬，那个囡仔都细汉，礼拜六一直敢爬，啊，旁边的家长都生气了，然后踏罚了他一阵之后，有一个人跳出来行侠仗义，扁了那小孩一顿，那小孩就哭了，哭得很凄惨了，原来他是他爸。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就想，我可以不说他爸进来打了他，打了他，把他打得很惨，那他就在那。他那个小孩多大？就归回差不多这么高，我看不出来他几岁，大概五六岁左右而已。对，就扁了他一顿这样。哦，我看到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蛮难过，就是难怪他会打人。就难怪这个小朋友会打人，他在地上爬的时候就学这个人，然后他站起来走路的时候就学这个人。那我们在学校怎么去看待这样的孩子？就他从家庭走到。对，你把他被他推，因为他的行为模式可能已经这样了啊，这是在家庭，我不是说家庭不对，我的意思只是说他可能在疏于照顾，像刚欧阳小姐这样哈。那如果我们学校在这个地方在处理这个过程的时候，还是用那个东西来定念他，那他不会改变，他没有办法学习不同的方式。没错，像我都干嘛哈，我那记狗囡仔就乖哈，我咧看，我给你记三记狗好啊，你也变乖不？没，头一记狗伊会紧张，第二记狗伊开始反社会，对，第三只过之后他麻木不仁，对。那可是我们教育应该是这样子来，所以我干嘛反流他的话？我会记得我读册过程内底去学好好记狗诶，到尾啊一定，我那个年代啊，一定书包背这么长，然后帽子一定。给凹个呢，那就希特勒，哦，请配一定请我呱呱叫那种，对不对？对，就是他更叛逆。但是我觉得学校不能没有制度，只是我会很谨慎的去使用这些东西。就是这个学生已经被我记过，他会紧张，那我第二次还要用这种方式来记他过吗？那这时候我就谨慎。老师哈，可以维持尊严呐，但不能用权威啦。这个权威是经不起挑战。看教官有个我们班有个同学哈，他半夜彻夜没回来，被他爸扁了。一顿，我去看他，我感觉他很有亏哦，血淋淋的，真的，我没看过人被打那么凄惨啊！哦，曾经回来呢，啊，走路哈，
不敢不能碰在一起，外八有点外八这样走过走出来，很痛哎、欸嗯。啊，这个爸爸常年在外面。归回啊。他那时候国三，哎、嗯，国三个叠加呢，加呢做起差没？啊，爸爸好、哦、常年在外面工作，啊，一听到这样消息马上回来，他关心了、啊，他是关心小朋友，所以回来他就打。嗯。跟人讲马几个照哎，就这个真的有效吗？是。我觉得缺少爱的家庭、哦、小孩子没有办法回家，真的、嗯、对，小孩子没办法回家。对，那这是那比如说。任教练被霸凌了六年、嗯、好，待会再请老师回答说怎么建议比较 好。是你为什么会被霸凌六年？其实我主要是因为我家境很特别，我出生在万环，那从小因为我父亲不详，所以我的身份证父亲那一栏以前户口名簿嘛就是一个函，然后我也会问我的妈妈，会问我的阿妈为什么、嗯、啊，当然老人家他们就是简单的带过，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从小就会被人一直有一种感觉，就是别人都有父母很健全啊，我什么为什么我没有父母，就是没有爸爸，所以宁可你有个名字写莫都好，对，对可是都没有，所以我就一直对自己怀疑，为什么，是不是我爸爸不要我还是怎样，被遗弃，对，被就可以这么想，就脑袋瓜，因为没有人可以解答你的时候，你会去选择一个你相信的答案，那个答案往往没有人告诉你的时候会去选择最糟糕的那个答案，那后来我的母亲她有她自己追求她的理想，因为她很年轻就有我了，所以她又开始追求她自己的感情，所以常常不在家，所以我其实是我阿嬷隔代教养，那我住在那个万华很贫穷的一个眷村，所以我从小是那种低收入户，那没有钱，然后家境又特别，那你不要看我现在是教武术老师，其实我一出生开过两次刀，血管瘤，然后严重的气喘，所以身体又差、嗯、那这种到了学校去很自然而然就是变成是学校弱势、嗯、然后学生当然找你麻烦，因为其实校园里面有一种就是学生之间他们有一种社会性，他们会去想要去欺负一个感觉比你低的、嗯、来凸显他自己比你高，没有，而且我告诉你、嗯、是通常这是互为因果，你又因为自卑、嗯、对没错、嗯、自卑的小孩有时候呢就会很防卫，是好那个防卫就很不好相处、嗯、没错，对不对？我通常我在等你，在你还没有攻击我之前，我就已经摆好架势。没错，没错。而且因为我怕你会攻击我、嗯，所以这样的过程里面反而会造成你跟人家很难相处。没错，真的。所以你说同学会主动来欺负你吗？有时候我们要这样子，就是有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其实这个也是有原因的。嗯、真的，后来我就美人姐说的真的对，后来我就领悟一句话，也是古人说的，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真的，你只有人你自己先看不起自己，别人才会看不起你。那后来因为再加上因为家境特别这种情况下，常常否定自己，那回到家里就像刚刚说的，家没有获得爱也没有获得肯定的时候，就会出现两种情况，第一种开始逃，第二种就是想要学校拼命的告诉别人说我存在，所以我很爱现爱秀，那学生攻击了他们年纪小还不懂，最这种人最讨厌、就像刚刚欧阳吉他说，他因为在学校被老师贴标签，所以大家讨厌他、那我是因为爱秀爱现爱讲故事爱举手、老师也讨厌你这种问题小孩，那学生也讨厌你，所以我那时候从国小五年级开始被霸凌，那霸凌的情况各种啊、肢体的霸凌也有，那比如说我不敢去厕所，我不去厕所不怕是被人家看不得，只要我去厕所每次回来我的书包一定不见，我书本一定不见、出现的时候不是在垃圾桶就是在厕所的马桶里，要不然就是在水沟里，然后我因为身体很不好嘛，常常请病假，一请病假回来我的抽屉永远都是垃圾，啊，我有一次很难忘，所以真的我只能说奉劝所有的父母一定要让小孩不要变成霸凌的人，因为被霸凌的人会记一辈子、你从厕所回来然后发现书包不见了，书不见了，你一定会想啊，又有人搞鬼嘛，对啊，捣蛋嘛，是啊，然后你一定要去找，很孤独的去找，是找那个书包，对不对？是没错。同学会笑哈，会笑啊，他们就在旁边笑，你的东西呢？怎么不见了？我们可没看到，我们什么都没看到，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就是会故意在旁边。然后你就一直握拳头，你很气，而且很深的无力感。难道我一个帮我的人都没有吗？是，当下真的是这样，一个都没有吗。你想要请老师求助，其实当下我们的老师其实都想要帮你，可是老师能够帮什么？他们能够做的就是，开导你，然后要不然就是把你请到台上，告诉所有同学说，请你们不要再欺负这位学生。那这个动作只会造成旁边的人用别的方法来欺负你，就是我肢体不霸凌你，我不让你东西不见，那好，我同台排挤你嘛，反正我们就不要跟你交朋友嘛。你想要故意想要去跟人家聊天，他们就故意走开，走到你旁边，哎呦，好臭啊，是谁的味道？就所以你整天都不敢去上厕所啊。我不敢上厕所，所以我憋尿憋尿到那个尿道发炎，真的这种情况都有。那国小
到国中，国中之后变本加厉，因为青春期叛逆期更严重，所以后来有一段时间，因为在学校得不到关怀跟温暖，然后在家里我阿嬷隔代教养，说真的，她年纪这么大吧，能够阿嬷几岁？我阿嬷已经过世了啦，那时候照顾我的时候也六十多了，也六十好几，只能照顾生活起居啦，她能够照顾生活已经够了，所以那时候后来我做的动作就是我逃开学校，然后。有想要找那个老师帮助吗？没有用，就只好离开。离开之后就是炮店的玩具店，然后去外面就是认识一些跟您大概同一类型，大家会互相取暖，慢慢的就会变成一个小小的可以帮你出气的啦。对，那个时候会觉得说，哎呀，兄弟起码相挺，然后就兄弟相挺。那个电影里面那种 manga 哈，我是没有到那种真的到那种杀气为谋，可是最起码就是几个国高中生，大家都是失去爱，可能有些是单亲，有些失亲。那像我是后来我母亲。让我看到他，因为失踪嘛。后来户口名簿一查，我母亲改嫁。那个完全是感觉是被人生被否定掉，就是被抛弃，被父母都完全不要你。你母亲要改嫁没跟你说吗？不知道，我是从我自己去看户口名簿我才知道的。不然、他还是跟你住一起吗？没有，已经消失了，就是后来就不见了。他就隔代，所以我就好几年没有见到他，也没有回来看阿嬷。你阿嬷是你妈妈的亲生妈妈？是。也没有回来看亲生妈妈？我跟你讲，我那时候讲，现在讲也有点难过了。那个时候。我的阿嬷跟我知道我母亲还活着的唯一证明是收到那个催讨通知单，因为他户籍在这。催讨什么钱啊？他在外面借钱。对，要么就是接到电话说啊，那个请问一下那个谁谁谁在不在家？哦，我们这边是什么银行？哦，您欠的那个钱不知道您可不可以什么时候可以还？我跟我阿嬷唯一可以知道他还。在这个世界上，所以也没留电话，没留地址，是，什么都没。然后这种，我就是在学校被霸凌，回到家又看到这样的环境。我说真的，我哪边都没。你今天还能活在这样子，不错呢。所以我很幸运，就是我在外面在教武术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我都会拿我自己当例子。我说不要讲别人，我就拿我自己当例子。我的身体因为我学武术改善，我的人生，我的也会学武术而改变。你现在慈眉善目。关键是什么？你学了武术之后，听说关键等一下哈，来先休息，进广告。你妈妈都没有问你吗？没有跟你讲吗？只有她一次国中。所以问一下任教练，你是几岁的时候接触武术？其实说了不怕大家笑，我到高中才学武术，因为我就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找不到出口，所以那时候在国中的时候，曾经有加入一些那种坏朋友的组织，然后整天泡店、电动玩具店。可是后来发现，说我其实虽然当下会觉得说，哎，我这边被人家肯定温暖啊，打电动玩具多简单，你在学校你获得不得人家肯定，你在电动玩具店，你只要打得很好，分数很高，人家就说哦，你就搞哎，对，那。可是后来发现说这个东西不是我要的，我还是那么的懦弱，还是那么的自卑，我没办法走出去这个环节。所以到了高中，我本来以为说，因为考得不好嘛，课业烂嘛，就跑到高中过去。高中读到一个很糟的那种放牛班。我记得我的导师那时候进去只说，大高一的时候只说一句话，我只希望你们三年平安的毕业就好，我别无他求。真的就是这样子，因为怎么一个老师可以？我其实这个老师帮助我很多，我得承认，他这个老师真的帮我很多，他帮我很多嘛，不然的话，其实我高中会因为操心成绩不及格，早都已经被退学了。对，他只是告诉我们这些人说，平安就要平安，你们千万不要出事情，我们能够做的能够先做。卖去广告凶善的，痛下讲痛的。其实他真的已经帮我很多，我很感谢这位老师，真的。那。我后来就发现说，我到高中就发现还是一样啊。那高中的时候变本加厉。所以等一下，老师对你们只有最低要求这样子，你都很感恩。我真的很感恩，因为有些人是反社会，想要破坏，想要犯罪。其实我也有，可是就是因为我从小什么都没有，所以我还好，我养成一个自己选择一个正确的观念，是我懂得珍惜。所以我看到任何人给予我什么，我都会非常的感恩，到现在还是。那所以后来呢？后来这个老师高中之后你怎么学武术的？后来是因为我发现说，在高中的时候还是会被人家打嘛，就是看波得啊，起火力爬那种波。那我就觉得说，如果我再这样下去，机器量 Q 嘎吧。那我想说这样怎么办？有一次在外面回家的时候，看到路上有人家那种，不管是跆拳道还是武术，不都穿的制服吗？看起来他们怎么是白的？很有精神的感觉，他们好像非常有自信，散发出那种光彩。柔道什么都是白的，都是白的。那我会觉得我的心很黑暗，很灰暗，然后总是想逃避。那我能不能记得这个事情来，这个东西来改变我？所以我那时候记得我很印象非常非常深，因为我外婆其实很，我们家很穷。那个时候她都是靠政府补助，我也很感谢我们那时候里长。那我跟我外婆说，这是我生日，能不能
给我一点钱，我想要去报我们家附近的一个跆拳道馆。那他那间小小间的也没有广告，就只是因为这离家近就去了。那我这一位启蒙的教练也感谢他，他那时候看到我这样的背景，他就说好，这笔钱我先收，可是他也只收我那一期的钱，后来他也再也没收我的钱。哎，这好教练，那我就开始很认真的开始练，因为我觉得这个教练愿意给我这样子的机会，所以我就很认真投入。所以半年之后，因为我生日七月啦，暑假隔两个月，九月回去，人家就发现你奇怪，任培豪你怎么感觉不对了？整个人不一样，感觉不对，精神整个有散发，然后开始有自信，气质也不一样，压力有宣泄，然后你的体能提升，人你知道身体好，你精神就会好，精神好，你的整个个性就会开朗，就有自信，人有目，然后我知道找到目标了，我开始就是好毅然决然的傻傻的练。半年之后，我真的感谢那个时候的教练，他让我从白带嘛，就一进去什么都没有嘛。直接让我破格，帮我盖章考黑带，黑带考到了，第二年的第二学期的那个四月五月就直接参加跆拳道比赛，第一次打全国第三，那是给你最大的一个对肯定，那你找到自信，对，那我直接得讲说那时候啊，校长也是说高高在上嘛，我那时候很深，那时候因为学校第一次带成立跆拳道队参加跆拳道比赛，然后。团体第三，个人拿第一个第三，我也是慢培豪失礼的。第二天礼拜一进学校，纠察队看我把我拦下来，你是不是那个任培豪？我说是，我想说因为我常常迟到嘛，哎呦又要被记分了啊！说赶快全班全校在等你，我说哦怎么回事？就把我拖过去，我就书包给他一丢，然后就走过去，看到司令台，因为我已经是人家是出早操了啦，我已经迟到了，然后把我带上去，校长就问说请问一下你叫什么名字？我说哦我叫任培豪，我说好，开始上课了，那个校长在对着大家说，我们本校有一个校那个同学啊，任培豪哦，为校争光啊，拿到了怎么样子，要第三名。那一刻我整个吓到，然后瞬间脑袋瓜整个打开来，我就觉得说，我曾几何时是那种被否定、被悲观，然后没有获得任何的爱跟关怀的人，被排挤的人。曾几何时，我竟然站在那个司令台上面，校长拍着我的肩说我是学校的光荣，被颁奖的哈。那一刻，整个人整个瞬间，整个突然发现那个心就打开了。隔天就没有迟到了哈。不过我得说啊，人哈，因为这几年下来的改变，不可能因为一个感动。我常常会跟我所有的学生家长说。学生当下的感动，那只是一刻，要把它拉长才是。所以我自己都拿自己当例子，当下我还是会爱迟到嘛，然后还是会，只是说人生有个目标，然后慢慢的走出社会。那你现在这个这么有名哈，也这个蛮有成就，是慢慢有回来吗？啊，说到这个，我得先讲，我不是说后来要改嫁吗？其实我高中那个时候曾经有做一件事情，就是我意外的发现，其实我外婆有她的联络资讯，只是因为她改嫁了，而且。对方也有小孩的，对，那所以他就不好意思跟我们说。所以我那时候曾经做一件事情，我拿到他的地址，我搭了公车，到了他们家，我走到楼梯，我到了门口，我按电铃，我不敢按，因为我听到那个门的另外一面，是听到家庭和乐的声音，有大人，有女人，有小孩，然后在看电视。有听到妈妈的声音？有听到。那个时候不敢按门铃，所以。我走下去，去了一家便利商店，买了一个信纸，我写了一些话，就说我来了，然后我想见你，我就写了一封，放在他的那个插到他们那个坟缝里，我就走了。后来我妈妈真的有回来找我了，可是之后他们又搬家了，又搬家了，搬家了，然后又搬家是说逃离不让你知道吗？还是可能是他有别的原因，我不知道，可是就再也又没有消息了。高中嘛，后来我出社会在外面。你外婆过世的时候，她知道吗？她其实我外婆后来洗肾，其实有一段时间我很恨我妈妈，因为我外婆洗肾的时候，那段时间是我照顾她，我还要一边注意课业，还要一边工作，因为家境穷，所以都在工作加那个读书。那外婆洗肾一洗肾通常都三四个小时，对，那个时候就觉得说，虽然外嫁的阿姨有来帮忙，可是我会觉得说我妈妈为什么没有这个时候出现？她过世那一天，她还是没有来。那我亲生妈妈呢？对，亲生的。那但是他知道，他后来知道。那我后来跟我的母亲能够再相认，是因为我后来因为自己的教学教幼儿这样子获得一些口碑，有上过新闻采访。那他看到我的新闻之后，他打电话跟那个新闻台要电话，主动在跟我联络，我才重新再
跟他联系到。嗯，那其实当下联系的时候，我的老婆跟我讲说，我接到电话，我那时候一接到电话，我是哭出来，崩溃的哭。我老婆看到我的样子，她很不舍，她说奇怪，我认你跟你在一起这么久，我第一次看到你像小孩，就是我才发现说，原来我的那心里面的那个内在那个小孩没有被满足过，还在满没有被满足，而且还在存活在那个国中的时期。我对外只是有自己外面的年龄的累积，可是我对我妈妈之间的关系还是只是国中那个时候渴望被她爱。那时候我哭得很惨。那后来有见面，那见面之后，每次跟她见面，我感觉我像小孩子，我完全不知道怎么讲话，然后畏畏缩缩的，就恢复到跟以前那个时候被欺负的感觉一模一样。一直到这几年，慢慢的我自己有小孩了。嗯，那我自己有小孩之后，我的妈妈想要好好维系我跟她之间的关系，她想要学一个好好当个奶奶。我也想要跟所有现在目前可能心里彷徨的观众说，就是你们一定要最重要是要选择原谅。嗯，因为如果我当下那个时候我选择的是，因为她当初这样对我，为我不闻不问，而我就跟她完全切割关系的话，我这个人生一定有遗憾。嗯，我现在重新跟他选择互动，重新学习跟他怎么建立新的母子的关系。嗯，那他也在学习怎么当一个有爱的妈妈。那我也在学习一个怎么当一个我可以叫他一声妈的儿子。嗯，那这段时间已经经过两三年，我们的互动开始变得频繁。我也很开心，就是看到他也有改变，他把他之前的债务自己还清。嗯，对，那他也想要为了见他的孙女。他也想尽办法，常常会过来看他。那我想觉得一点一滴的在慢慢累积，所以我想要告诉大家，就是原谅很重要。因为你有原谅他，我的人生跟他的人生才能够。那你有在问他爸爸是怎么死因吗？我并没有问，而且我觉得既然他们不愿意说，我不知道。所以那个佩豪，我要跟你这边我补充这一块，这一块由我来补充哈。就是说，你知道我们那时候父权一直在争取，就是不准在那个。写父不详这个，后来终于政府妥协了哈。但你要知道，当你母亲生下你的时候，父不详就是表示那个男人不要他。嗯，对啊。所以呢，当你妈妈看到这个男人，你怀男人不要这个女人，不是，就是你爸你妈妈怀的你，可是这个男人选择不要，是啊，他也不要这个小孩。哦，那你知道你妈妈被遗弃。他有时候是年轻，有时候就是因为他也不懂事，那也没有人，你阿嬷也不懂得怎么样去帮助他的时候，那他就会觉得说你是给他带来麻烦的，你是他的不幸，有一部分是你造成，所以他会把他这种内心负面的这个情绪呢转嫁在讨厌你的身上，所以要跟你切割，所以他才不容易。孩子何其无辜，对，但是我们他要承受这一切，不是，最后还要选择原谅。对，但是这就是说，这就表示说他妈妈的不成熟，他选择宽恕，你是给你自己最，你原谅他。跟对他宽恕是给你自己更大的空间，你在疗伤疗愈了。这个转折是多么的不容易，对多少人是当然在想到我过去承受这一切，那当然我要找谁算这一切？哀天怨地啊，对对对，对不对？先休息，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个。其实我也好一段时间都在自怨自艾。其实我到二十多岁的时候，我还一直恨我妈妈，恨着。对了，一定的，真的。这个提供阿健呢？提供阿健，所以吃不饱穿不暖啊！现在身高多少？185。曾经很穷哈、哦、啊，真的非常穷。多穷？高中的时候哦，那个真的印象太深。你有便当被翻倒过的经验吗？我根本没有便当，我想有便当都没办法翻。高中的时候穷到就是大家中午吃便当，大家那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那个阿 Q 头面刚上市的时候，大家吃完剩下的糖，我就拿他的碗。剩下的糖拿了筷子，大家那个全班同学那个最讨厌我，因为看谁还有吃剩的，我就喝了汤然后去夹他的东西吃，然后吃了好久，然后老师看不下去，所以我才说我的高中老师其实很非常帮我，他就掏钱说裴浩你不要再这样吃了，我给你钱你帮我买你买便当好不好，可是那个时候我还不敢拿，因为我那时候的内心就会觉得说我只是给你们添麻烦，就是这样子的环境背景变成是自卑，然后我只是给你们添麻烦，所以我没有资格。但是你还是很体贴别人。对，所以我很幸运的是我在还没有寻求到武术给我改变之前，我给我自己选择的东西是我不要去做个加害的，因为曾经就像欧阳靖说的，我也曾经想要去
反正谁欺负我，我就去欺负比我弱小的，我去欺负猫啊狗啊，我去欺负小孩子嘛，反正谁欺负我，我就欺负小的，我会获得一个平衡。那母亲节跟父亲节，你会有特殊的情绪吗？那个时候。父亲节还好，父亲节是因为暑假，所以大概就是暑假前大概六月份大家提一下，那个你就会发，老师就会发现我头是低的。母亲节正好是五月第二个礼拜天，所以永远都是那时候学校会办大活动。然后我最讨厌听的一首歌叫做《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所有他家都在唱《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我真的那时候很想就是立刻转头就跑，我不会叼，可是我那时候会觉得说，为什么如果大家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为什么我会被这样子？我为什么会在这样的时代？对，所以那个时候母亲节，人家则康乃馨，人家要画。我不知道我要画。所以广播电台以后母亲节可不可以不要再放这首歌？后来有发现，其实现在也没有人也不少在放，因为或许现在的。就是特别的家庭，单亲家庭越来越多。那你听那个母亲像月亮一样，都一样。可是就是这个天下的妈妈，因为她天下妈妈都一样，她是用很轻快的歌去唱，你知道吗？对，那很火大。对，那我只能说，我只能说我能够现在可以很坦然的，我可以很自在的把我这些东西说出来。我只能说，真的是因为我很感谢我这生命中有很多的贵人。就是我只能说人，自助才会填助。我自己先振作，然后旁边人看到我。值得疼惜，所以他们来帮我。你看吼，那舞台下来，所以你应该唱那个妈妈，梦中的妈妈。真的，咱现在吼，咱有妈妈好听的时阵，咱唔知影疼疼惜。真的，你看伊是无妈妈好听啊，然后听到那首歌是这种感觉，他连爸爸也没有，对不对哈？所以你看喽，这个是无父可以讲无母啦。对啊，啊，在你那一段时间无父无母的小孩，可是你没有变坏。症结是有父有母。可是他变这样，为什么？其实我觉得原因很多元呐。不过在我在学校里面看到的，我都觉得缺少爱。他也许，但我所谓的爱的形式应该是不一样，有些是溺爱，对。但我说的那种爱，可能有点是有时候是温柔的，对，压力。对，不是，我的意思说，父母对小孩的爱有时候是有一点点残忍的温柔，就像我有个小朋友嘛，他4-5岁哈，他有一次。我带他去夜市啊，他说他我都跟他规定只能玩两样东西，但是他后来要玩第三样东西，我说不行，我要带你回去啊，他在那边哭在那边闹，我就等，我坐站在那里等他，我等他闹完，那旁人都会这样用很奇怪的眼神看我，这是什么老辈啊，心内拢想我这绝对不是亲生啊，但其实就是因为是亲生的，所以我才愿意等待。对，孩子，你脾气完了没？我们回家。有时候我觉得，大人应该要控制情绪，小朋友不会控制情绪，很有耐心。对，我觉得耐心这很重要。那我把他请上车之后，其实我那时候心里面想着，我干嘛要对一个4岁的小朋友这么严苛？就让他多玩一样，不用让他在这里哭，不是很好吗？但是我另外一个，我又是不行不行不行，原则是原则，对，是原则问题。你爱他是没有错，但是你爱他的方式不应该是变成让他自己，还是有个限度哦。对。隔天之后，我下了班回来，我门一打开，我就跟他说：“我叫牛牛，你过来，爸爸要抱你。”他就走过来说：“哎啊，为什么？为什么要抱我这样？”我跟他说：“我昨天对你太凶，我想要跟你道歉。”然后他就说：“我已经不气你了。”那他就投过来，我就抱住他。其实我小时候也是，我有家庭，但是我的家也是失能的。我那时候其实想过，如果自己当爸爸的时候，我要当一个什么样的爸爸？因为我爸爸他卡勾引，狼龙宫卡勾引啊，那其实是因为生了一场病之后，他没有办法像正常的爸爸一样。所以哈，虽然我有爸爸，但是哦，就以前都成天耍宝这样。对啊，要东西干嘛的？你说爸爸？对，我爸爸去跟别人要东西。没有，他会，他就会精神有点问题。对啊，他就有一条。有一条宽频，然后会直接跟神明来电这样，然后就会有号码浮出来，然后就会给人家号码。然后我那时候只有来，对对对，有一阵，我一阵做讨厌，我一阵读册时，我的册桌啊，就是我的餐桌，阿妈喜欢把神明桌，所以我的书本常常是旧的，常常皱的哈，这我就不讲。那后来。所以我也很讨厌人家看到我爸爸，因为我那时候在学校成绩还算 OK， 那我狼狈来讲，杨崇文，我被来改家庭访问哦，拜托老师你卖来，因为我是自卑吗？对，很自卑。你干嘛更小了？做更小。但是我现在当了老师之后，我突然发现，如果这样的家庭都能够养出我来的话，那我应该很骄傲才对啊。我是在这种家庭长大的呢。其实呢，像他们这种，
好的老师呢，其实也许你教完了很，你来学生来来去去嘛，可是你看刚刚裴豪说的，在他的故事里面，有些贵人都是老师。那个老师说，嘿，老师，不是讲真正要听伊，是看不过去了。真正无便当，恁家无爱传便当，不要紧，你得吃出的啊，无钱啊，你买便当，看袂过去啊，就干脆你我钱给你啦，你莫这么可怜，你知道？嘿，其实有足济。王老师，你注意听哦。其实以那个高中老师哈，虽然他读的是高中，不是说那种升学的高中，可是那个老师哈，公来我钱给你去买便当，他现在还记得。我觉得那都是一种很重要的温暖。对对对，对不对？他有注意到啊，他也愿意给你钱呢。对，也就是说，那个老师，也许那个老师真的是跨美折戟的情况啊，那真的我跟他三个就可怜，可怜。他其实是用那种可怜的角度啊，回去啊，不得偌济钱，我出得起。以老师的心情可能是这样子，可是对一个没有爱的小孩子，甚至他不知道爱是生到什么样子，因为那便当钱都是第一生命钱，他永远记一辈子。你懂意思？想到我们这样，我们也算高中有霸凌同学，我们就是规定，因为有一个，我是讲我一个同学啊，永远记他名字叫朱桂荣啊，对不起，他妈妈的便当太好吃了，他都是早上妈妈给他做热的便当，所以我们就不准他放到那个蒸便当的箱子里面去，十点我们就每个人筷子就把他那个其实你吃完，你看欧阳靖在学校得到特殊的照顾的时候就讨人厌了，啊，你知道他这个是莫名其妙，妈妈跟准备要雄厚，他的天下的妈妈都不是一样的，后来他。可是我跟你讲，后来我们还嫁不差，不是啊？我们的那个，这是小小的那个，大家后来友情变得很好了。就是说，规定他不要蒸啊，拜托，因为我们十点会饿。那我们十二点的时候呢？十二点的时候就是说，你可以吃我们大家的。所以他呢，他十二点就是拿空便当盒吃大家。他妈妈搞不好都不知道，他三年来的便当都不是他自己吃掉的。而且我妈做的便当很难吃，所以同学没有什么兴趣。先休息一下。妈妈搞不好给你共识。有了，我高中老师那时候啊，因为常常翘课嘛，想尽办法参加。欢迎回到我们的现场，问一下那个杨老师啊，就讲像就真卡囡仔敢卡袂得忧郁症？我们场地很宽阔了。所以他们如果心情烦闷的话，站在操场上面或者在操场里面跑一跑哈，心情都会好很多。我们常笑说他们都是大地主，因为我们每个学生分配到的打扫区域很广，每个都是地主，有时候甚至扫不大完。然后那外公还扫不完哦。对，真的。海边的同学讲起来，因是赚台湾上多的，就我读过高工的时阵，我有同学是漳州来，啊，出招完去因兜看要掠鱼啊，让你今麦看见迄种阮的。嗯哦，都很弄嗨。哎呀，问杨老师，好，如果你是郑杰的爸爸妈妈，你会不会去看他？我会。那你会跟他讲什么？因为我觉得哈，这个像我陪伴我自己的孩子哈，我到现在晚上还是会说故事给他听哦，他一定要听完我说故事，他才要睡觉。我在说故事的时候，我习惯抱着他。那我在想说，如果有一天他长大之后变成郑杰，那。我第一天就会出来道歉，因为那是我该负的责任，因为我可能在第一天的时候，我可能在他成长过程当中少做了些什么，那我也会去看守所看他。其实我看到他，没有钱买内衣裤，我觉得蛮难过的，而且我听到他的父母亲，我不是要批判他父母亲哈，我只是以另外一个父母亲的角度来看，就希望他法官可以判速审，哎对。我不知道父母亲怎么会讲出这样的话。我的意思说，我很肯定东海大学的这种方式，就是我包容你，你是我们的一份子。对，那也许我们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好好爱你，那这是我们的疏失。那既然事情发生了，那你还是我们的一份子。不过我觉得这个中间有差别啦。譬如说，那个杨老师他是站在一个家长来看这件事情。那今天我在我的那个 FB 上面也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说很多人不谅解他的父母亲为什么。做这样子的一个法律上的切割，因为你可以做法律上的切割，但是你在家人的亲情是不能够割舍的那么大的，所以你为什么没有去看他？然后你刚发生事情的时候，你的两件事两个反应都让很多人，当然你不知所措，可是当时的反应可能也是你最真实的内心的表达。一个是赔不完，一个就赔不完，一个是我们家毁了，对，我们家都毁了哈。然后呢？然后你出来的时候，就是说你连出来道歉，为什么很多人我也主张说应该他要到这些
罹难者的家属的零，尤其那个零那个零钱要去念香啦，因为这个是一个基本的台湾人的礼数嘛，人情世事嘛，哦，他应该要做这个啦。那所以你我们是没有机会去分析他的人格，到底他这件事情发生以后，他在他的内心世界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子？然后呢，他的就像刚刚杨老师说的，我第一次看到说他被关的时候。没无糖瓦来沙来，无钱糖瓦来沙来口一些真的，我在想说，假如爸爸很威严很生气，不去，可是那个做妈妈的，就是自己也不去，也应该想个办法叫他弟弟去。公公阿林哥哥都读的这代志啊，哦啊，我都好起来做更小的啊，嘛无变当技能啦，哦啊，死死也好啦，但是你嘛，因为我去有警方调去问讯的时阵，敢无假乎？哈。不我很担心，七天哦，七天没有，三四天都没有出来的时候，我很担心他们可能会自杀。我还打电话去给台北新北市政府，叫他们无论如何是不是请人盯着，哎，请那个消防局，那么去请去关照了。可是呢，新北市呢，马上新北市政府也就派那个消防局有真的去关照，怕他们会造成另外的不幸。哦，你讲好心。所以我觉得选择原谅很重要。像好，其实我以前处理过哎类似的情况，在我们班上，他是一个多功能障碍的孩子，啊，他妈妈哈，我建议妈妈把他带到适合他的学校，但是妈妈说他去到哪里会哭，因为其他人更惨，就其他走路的方式啊、讲话的方式他就哭了，所以他把他放在我们班。那这样的孩子哦，他从国小就真的被排挤啊，国中在我们班。那有一天哦，第八节一年级的时候。啊，他就哭得很凄惨啊！我就问他怎么回事，他讲话我听不懂。啊，他写的笔画就只有直的跟横的笔画。多功能障碍，有哪些障碍？语言障碍、学习障碍啊，很多障碍，就我不懂的，但是都有。沟通的障碍。对，然后原因就是因为他的联络簿被藏起来被丢了啊，全班笑成一团这样。我那时候很生气，我就进来哈，我就桌子一拍之后，我就很严肃的跟他们讲说哈。不准欺负这样的同学。然后政令宣导完之后，但我知道政令宣导是没用的，所以我趁这个孩子不在的时候，我跟他们讲了一个故事，就是我以前在高师大读书的时候，打工的时候有看过有个妈妈，她每天都会牵着她女儿，她女儿有点唐氏症，走路很八脚。我跟他们说，我在这个妈妈脸上看不到看不到不开心的表情，而且每天都是很满足的去跟他的孩子这样互动。你们怎么可以对待人家心里面的宝贝这样？这个故事讲完之后，我发现他们脸色变，所以我就讲了另外一个故事，就是我在有一次去合作社的时候，我看到有些人在擦那个柜子啊，他们就是就有点像喜憨儿这样做面包这样，我那时候突然有一种想法，就是如果他们的这个不正常的身体里面关着一个正常的灵魂，他知道你怎么看他，知道你在旁边用你的眼神，用你的语言在羞辱他，对，那你想看看一个这样的灵魂在这个身体里面，他很想跟你一样做正常的动作，那你想看看他心里面作何感想？你们怎么会对人家这么残忍？没错，啊，之后我又趁这个同学不在，我都趁他不在，因为我怕他听得懂我在讲什么。我又讲了，我就跟大家讲哈，我在电视上看到的一个故事哦，就是一个美国的家庭，他们领养了一个小孩，那个小孩没有双手，一个小女孩，然后就那个最后节目要结束的时候，那个小女孩问爸爸妈妈说：“你们为什么要领养我？”她看一看自己的身体，她爸爸二话不说就把她抱着，说：“因为你是我们的天使。”我就跟他们讲，我就跟我们班的同学讲，这个同学在我们班上就是我们班的天使，他来教我们怎么去爱人，怎么去关心人。哇，好棒！那你们今天要学会怎么去关心他、照顾他，就从他开始。啊，那我们就我就请他们轮流帮他抄联络簿，每天轮流帮他抄联络簿。啊，我觉得这个东西有出来。啊，有一天哈，我在办公室里面哈，听到有同学急忙跑跟我说：“老师，惨了，那个同学。”尿失禁了，我想啊，惨了，尿失禁一定会成为笑柄，怎么办？然后他说：“老师，你不用担心，已经有人带他去护士来那里换衣服了。那我们也同学在帮他
擦地板了，啊，你不能讲出去哦，那这样我不能讲出去，我怎么可能讲出去？他就走了，那我就赶快去教室里面看哈，哎，就他同学不在，他去护士在那里啊，同学有抹地的抹地啊，然后拖把的拖把哈，啊，有个同学又跑过来跟我说，老师你千万不能讲哦，如果有别人知道就是你说的。你看这个故事，传风用爱，你真的是把爱找回来，就是因为你的你这个老师的方法用得对，让整个班上的同学完全。所以后来这个小孩在你们班就平安的过了三年。平安过了三年，应该说两年半，因为他有半学期，一学期左右的时间是在不舒服的情况度过。我开始我讲，杨老师我讲吼，迄个多功能障碍，迄个去用欺负，叫你。邓德华，你讲吼，谁敢再欺负他就怎么样？我讲迄句话对迄个同学哇受用，你知影无？他一辈子都会记得。对，就这个人为我挺身而出。就我们最怕就他被霸凌以后，没有人为他挺身而出。我觉得重点是后面的说服。对，没错。因为正念宣导完后，今天不欺负嘛。对啊，我下。可是后面没有经过那个说服的过程，他有方法出来。呀，那后来就学习，大家学习怎么爱了。其实后来还发生过一件事情哈，就是，那时候我们三年级了啊，第八节的扫地的时间了，我就听到他在哭，他在哭，我有办法辨识出来，因为他哭，他的哭声很凄厉，他不会讲话，所以他的哭声是异于常人的。哦，我就想说怎么回事哦，因为我同学，我就赶快跑去看哦，有学弟拿石头丢他，拿石头丢他这样，我就跟学弟讲，你为什么要欺负他这样？哇，班上的已经处理完了，对，没有人处理欺负他了，可是学弟还不知道。对，学弟就站三七步这样，我就拿石头丢他，一副就是我拿石头丢他，你要怎样咬我吗？那我就叫我们班两个哈，就是比较有知名度的，那我就拿一颗石头大一点的拿给这个学弟。丢他们两个，你如果算个英雄的话，你欺负这种同学，我不会讲什么，我还给你鼓鼓掌。你敢欺负这种人，我给你鼓鼓掌。丢啊，哦，他拿石头拿着就哭了，就哭了。三七步嘞，三七步就不敢了，赶快站好。然后我就跟这个同学讲，你现在的心情哦，就是我们这个同学的心情，你如果不想要这种心情，你就不要给人家这种感觉。将心比心，对，真的。然后他就走了，我就问这两个同学啊，他如果这个学弟拿石头砸你怎么办？他跟我说：“老师，你干。”结果我们班的另外一个同学啊，要不要恰几把狗？他说他是为了宗教艺术献身，又跟总回来跟他讲：“老师，啊，你多这种亏，那不追吗？”好感人，这好贵，好感人，这种事要找我，我希望好感人，这种事为宗教艺术献身，你这个刺青就刺青奖，为宗教艺术献身，对，真漂亮，没有贴标签，连这三个同学都这么挺他，我们班不会有人对他怎样，我都跟他们讲哦，我可以接受你们冷眼旁观，但是我完全没办法接受落井下石。你可以选择袖手旁观，但是千万不要落井下石。其实这一班太幸运，碰到这么好的这么好老师，他真的会用方法，观念方法都太厉害，踩在家那边。我国中如果是这样的老师，我可能人生又变了，又变了。来，先休息一下。我已经，我头最怕人啊，老师叫我，因为我很害怕，我非常怕，因为外形以前很黑暗。好，其实欧阳靖的故事也还很多，还没讲完哈。就是，爸爸妈妈为了养狗，弄得可以说是这个，对，财产都没有了。对，那其实我自己在青少年时期最大的一个辛苦啦，也是真的，因为自己是在镁光灯底下长大的，因为大家都认识我妈妈，所以当然新闻也会关注。那尤其是我在忧郁症的那段期间，那个时候其实因为发生了一些事情，因为我有好朋友自杀过世，所以那段时间其实新闻的曝光率很高。那大家看到我的样子，因为那时候我正在忧郁症的状况里面，那大家看到我的样子，媒体会自然会加一些舆论，就是说哦，你是草莓族，你妈妈是名人，你家一定是哦艺人的小孩，一定是有钱人。你怎么可以有资格忧郁症？你一定是草莓族。对，然后所以大家都是这样子去讲，然后包括网络上只要有我的新闻出来，大家都是那个负面的，全部是负面的。那个对我来说心理压力很大，承受不起，而且我没有办法去跟人家解释说我小时候家里很穷。对，其实我经历过很多你们不知道的辛苦，只是因为我们选择不说。家里多穷？就是那时候房子被法院查封啊，对啊，然后欠好几百万，就是为了养狗啊。而且我爸爸是在我们家最穷的那个时候过世的，所以那个心理阴影其实蛮深。我爸爸其实他生很多病，但是他是睡觉的时候往生的，所以来不及说没有预警，所以他妈妈很难过。
但是欠了一屁股债。那有电视可以看吗？在我小学五年级，我们家最穷的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家那时候没有电视，然后就算有一段时间有，也是那种槟榔摊的，会有一种很小长长的，长的，对，我都用那个看忍者乱太郎，就是长的，对，黑白的。后面都不觉得说妈妈一直是我在工作，怎么会这么穷？妈妈没有在工作，那时候没有，因为我们养太多狗了，其实妈妈没有时间工作，然后爸爸身体又一直都不好，所以其实我们家是借贷，一直就是靠借贷度日。那你曾经混过小太妹吗？哎，其实没有，没有，因为我算是为什么会被学校特别关注，因为我从小成绩就很好，就非常好，然后算是资优生，然后到学校说，因为比如说国中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同学是比如说混小流氓啊什么帮派，那我会跟他们分开，就是我会是脑筋很好的那个学生，可是问题是我的反社会指数却比他们都高。同学自杀是也是因为忧郁吗？同学自杀也是忧郁吗？朋友，好朋友，对朋友，对对对，也是。那你最忧郁的时候严重到什么地步？其实那个时候就是像我刚刚讲，就是想要伤害自己或伤害别人，对，都会想要做。那你有去看医生吗？有。但是那个时候其实我永远记得第一个，为什么那时候妈妈要找黄老师去諮商，其实那个时候妈妈还有跟我讲，后来跟我说她那时候不知道要问谁，然后她只是因为那个时候忧郁症这个名词其实还没有很普及，对，还没有很普及，大家没有很大的认知，所以那时候妈妈就是找一个她身边比较熟悉的人问她讲说，哦，我女儿忧郁症该怎么办，就人家对她说的第一句话就居然就是说，哎呦，你不要讲出去哦，你女儿以后还要嫁人呢，就是好像这是很丢脸的事情。那所以我妈妈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发现孤立无援，那我自己也找不到一个很好的协助，因为那时候的医疗资源其实也没有像现在有精神科忧郁症门诊，我那时候要看忧郁症我就要去挂精神科，然后跟很多看起来是真的那个精神状况有很大问题的人坐在一起候诊，那路边经过的人就是其他诊间的人看到我们都会用一个很异样的眼光去看。警政署最近要建立危险群群库啊，你会是其中之一，真的不会了，现在已经不会了。听说你在关键会变，就是说转折点是什么？你是说我们走出忧郁症？其实真的是因为我那个朋友往生，因为其实我有两个朋友，他们相继在十天之内往生。对，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五雷轰顶。你的朋友就是跟你差不多年纪耶？对，他们也就在十几、二十几岁的时候。对。对，那我是那个时候收到这个消息，我就当场在家里就大哭，然后我那个时候才意识到我的身后是一道断崖。对，就是如果，而且我也亲眼看到他们的妈妈的样子，所以如果说我没有好起来，我就会让我的妈妈跟他们的妈妈一样。听说你在封闭的时候会拿烟烫你的脸？对，那时候会，其实有很多自残的行为。然后那个时候妈妈很难过，她看到我这样做，她就一直哭。可是我也很无奈的告诉她说，如果我不这样子对自己，我会对别人。因为那时候我是有攻击的欲望在。那你不是满脸受伤？对啊，我就是那时候会伤害自己。那妈妈也很难过，其实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你后来是有整容还是磨皮吗？有磨皮。有磨皮去把它磨一掉，而且你也投入宗教艺术啊？对，没有，不是好，我爸害的，我爸身上有的刺青，然后我从小就很崇拜我爸，所以长大就想吃。但听说你也得到厌食症，忧郁症的时候其实很好玩，我从小就胖，我刚刚还在跟杨老师说，我小时候因为胖的关系被欺负，因为我对外表其实很自卑，我从小非常棒，就是全班最胖的女生，然后就是肢体又很不协调，小时候运动神经极差，那没有想到现在居然可以跑马拉松还出书这样子。那小时候就是因为这样被同学欺负，那我那时候跟老师求救，我对我们的老师说我被同学打，对，然后老师可不可以帮我，就那个老师居然只对我说一句话，他说，哎呦，你那么胖，你去撞都可以把人家撞倒啊！最怕就是这个。对啊，那可是其实我听到我是觉得很受伤，因为我已经因为我的身材很自卑。对。然后你还说我那么胖，我可以把人家撞倒。对。所以我16岁我就。那老师叫什么名字？没有，我小时候念的是偏小。对，选择原谅了。我们乡下的学校，原谅了，原谅了。还记得吗？对，记得，其实记得。然后后来青少年时期，当然就是因为同侪压力更大，我就想减肥，然后就后来就也是用一些很错误的方法，然后忧郁症时期又厌食症，然后厌食症真的是很痛苦，瘦到40公斤，哎呦，非常痛苦。然后那个时候不是说看到东西不想吃，是看到东西的时候会告诉我自己说我很丑，我是一个米虫，我是社会的败类，我没有资格吃东西，完全因为没有人喜欢我，大家都讨厌我，没有未来，我吃东西是罪恶的。
因为我不应该活下去，浪费食物。对，有留下40公斤时候的照片吗？有，有，其实蛮多的。嗯，对，真的非常非常瘦，很可怕，因为那时候是很痛苦的。嗯，那其实现在很普遍啊，我这边就是说，在我辅导过这么多青少年或者这种所谓忧郁症的人，他们基本上就是说，比较刚刚杨老师说的，就是自卑感。嗯，他的这自卑感啊，不就是说你会让自己就变成很敏感，嗯，因为你自卑感就很敏感，嗯，然后你自己那种防御能力，就是刚刚美人说的，他就自己容易建立一个墙，那这个墙的里面呢，他又否定自己，对，然后呢，他很容易钻牛角尖，对，然后在钻牛角尖的过程中呢，他觉得自己是不幸的，嗯，很不幸的，然后也很气自己没有用，对，然后呢，又怕自己不够完美、不够好，嗯，所以才惹出现在这样子，所以他就在这种矛盾的纠葛里面呢，他又觉得说天地这么大，那为什么呢？没有人可以了解我，嗯，那我的父母亲为什么都不懂得怎么来爱我？嗯，那就像刚刚那个谁陪好他，他是因为说，他渴望有母爱、父母爱，嗯，可是没有，嗯。可是像这个那个欧阳琴，他是有父母亲，可是呢，他真的有一阵子，嗯，我为什么跟他妈妈说，你一定不要让你女儿老是觉得他不如狗啊，嗯，就是这样子，嗯。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他自己就变成把压抑、压力跟负担往自己身上靠。那我想问一下，嗯，母亲做了什么改变呢？欧阳琴，其实是在我忧郁症段期间，其实我做了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是我现在想到是会很心痛。但是我那个时候其实我对妈妈，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是一个很压抑的小孩，嗯，然后人家说我叛逆嘛，可是其实我从来没有跟妈妈顶嘴过，从小到大都没有。那只有在忧郁症那个时候，算是我最严重的时候，是甚至已经就是想要离开这个世界。那时候我骂了妈妈，我对我妈妈说，你为什么不照顾我，嗯嗯嗯，你让我从小到大就是没有粗话，我不会讲粗话，嗯，对啊，我就是很惊的一个社会化实在不足，对，你做的嘛，很惊啊，对，然后就是骂我妈妈说为什么你不照顾我，嗯，对，然后那个时候妈妈只对我讲了几句话，然后我真的是很难过，但是这个事情就化解，她对我说对不起，嗯，对，她就跟我说对不起，然后所以我就当下那个情绪全部都化解了。哇，有时候父母亲放下身段是给孩子一个原谅的机会，父母亲有时候都太权威太坚了，真的，来先休息一下，真的，我妈妈后来就是我说出社会回来嘛，她一开始还想要当作是没事发生一样，其实要原谅真的是很漫长一段路，嗯，真的，因为你愿意原谅对方，也能够要接受这样的讯息，然后大家能够互相的去体会彼此的难处，而且感情都是累积的，是不是一触就可以解决的？是。那这个，佩瑶可不可以问你，妈妈有跟像这个唐爱珍是有跟女儿说对不起，妈妈有跟你说对不起吗？之前我不是说，因为我新闻采访他重新找我嘛，那我那时候我不是说我一接到电话我开始哭嘛，那后来我妈妈就是有一次约我在一个餐厅吃饭，在台北市西区，去的时候我老婆都不想讲话，就是想旁边默默的看着我跟我们两个母子相认，结果她看到的一个是，她说你怎么突然变成像国中生，畏畏缩缩的。你太太说你，我老婆就说，我整场我就是这样畏畏缩缩，然后头不敢抬起来，不敢看她。那我妈妈做一件动作是，她当作好像没事发生。他就在我就是一边抱着我，一边就跟我老婆说啊，我好啊，以前小时候啊多可爱啊，然后我以前在抱他说哇多胖啊怎样的，就好像这样说一切没事发生。我那时候当下那个男整个身体心里面是一直在颤抖，就是我怎么会这样子，就是他怎么好像感觉没事发生，然后我怎么自己反而放不开，我一直在脑袋瓜一直打转。后来一直到有一次我才跟他中算，就是像刚刚说的，因为妈妈的那个面子放不下，后来有一次翻盘，就是我老婆怀孕生小孩那一次，我妈妈有来，我妈来的时候她看到我就是我老婆躺在病床上嘛，就开始讲，她说哎呀，你们以后那小孩第一个要好好照顾他啊，不要让他太可怜啊怎样的，我老婆就忍不下去，她就直接当着我面前跟我妈说，是啊，不要像好好这样子啊，小时候啊想要有人要照顾他都没得照顾。那我妈妈当下是没有翻脸，可是我后来下了那个医院，因为我们在双和医院生小孩，出去要让她送计程车的时候，我妈妈就回头回来跟我讲说，你要跟我老婆说，不可以这样对她婆婆。嗯，那我就直接那一刻突然我决定我一直在压抑嘛，就像刚刚王老师说的，我会压抑，对这种事情我决定要放开了。所以我当下选择的我也不是骂她，我就直接讲说，妈。那你有做好个当妈妈的责任吗？哦，
他当下就开始跟我开始想要表达他这段时间的努力，可是我就告诉他，身为一个儿子，这段时间没有看到他的那个多痛的心力交瘁，我就这样子讲，他那一刻起他知道了，他真的知道，他也愿意告诉我说，他真的那时候真的为了他自己做他一些选择，可是我后来还是选择我不怪他，可是也因为这件事情，我们现在才可以重新再建立，就像黄老师说，真的感情要建立，而且一定要懂得断，因为断的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自己啊，对，真的不是为了别人，因为不然的话。